们发个牌来。你一定要里边一定要撒这点小面粉，里边一定要有面粉的。对，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气吗？不知道。哦，今天是立春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做这个春饼。你最喜欢的中国美食是什么？就是平常最喜欢吃的什么菜呀、啊，或者是饺子？比如说麻辣烫呀、啊。麻辣烫，麻辣拌。能问一下，就是你们的国家有类似这种美食吗？有。然后叫就是也是这样，然后贴在锅里。啊，对啊，跟这个差不多。冰墩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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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冰墩墩。